更加美丽。更加健康。倾听世人的期望。以人为本的技术，增添幸福的价值。更加飞跃成长的科马 BNH 会社是国内最大的 OEM、ODM 化妆品及保健食品生产企业，韩国科马和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共同出资设立的未来创造科学部注册的第一号研究所企业。通过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的免疫功能改善生命工学技术，研发个别认定型保健食品，通过核心技术、高纯度精致技术及纳米输送系统制造化妆品，而具有坚固的竞争力。因此，2004年，原省里工厂创业时10多亿韩元的年销售额，经过11年成长为1739亿韩元。不仅如此 ，SBT、FDP 两个企业的合并相乘效果。2015年，韩国研究所企业最初成长为韩国证券交易所上市。SBT 事业本部用国产当归、川芎、芍药等开发个别认定型保健食品，而包装、灭菌、成品包装、软胶囊的生产等，为了实现健康生活而努力。代表性产品有 Hemoim 为主，展现出乳酸菌、维他命 C、 欧米伽3、综合维他命等保健食品，研发天然物由来的多种功能性原料，开发了保护皮肤的6种系列化妆品。为了成为坚固的竞争力和机能性新原料研发专业企业，投入外界技术和观念链接内部的 R&D 力量的 CND 方式，扩大和政府研究所及大学研究机关的共同研发，确保基础技术。FDP 事业本部是研发、生产、出货等可支撑的保健食品专门企业。彩色精致技术、型发泡剂技术、药片开发技术等保健食品配方技术，和通过 GMP 管理系统实现制造及品质管理的系统化。减肥保健食品、肠健康保健食品、维生素产品等，展现出具有为生活活力的保健食品。研究中心企业科马 BNH 的技术力得了第一次世宗式企业人大奖、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奖及知识经济部部长奖、科学技术振兴政府奖等，受舆论界的瞩目。目前科马 BNH 会社超出国内，受到全球瞩目，从美国开始出口，加拿大、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中国等逐渐扩大出口国家，感动了世界，成为国际化企业。科马 BNH 以变化和挑战的精神，通过优质的功能性原料、多种剂型的保健食品及化妆品，继续创造出世界上接受价值的产品，超越目前，向往未来，为了创造更高价值坚持不懈。惊人想象的新领域，超前的尖端技术力量，
提高人生价值。健康美丽的人生是科马 BNH 的梦想。